竹笋美地这个新案呢，在旧市区里面外观显得很特别，因为呢它采用的是日系的极简建筑，外观呢使用铝格栅搭配五种不同颜色的瓷砖，如果白天有光影洒下来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不同层次的光影变化。别墅面宽有 5.35 米，停两台车不是问题，整栋共有五间房可以使用，很适合三代同堂。二楼规划客餐厅、厨房，室外有个大露台休息空间。三楼是整层大主卧，四到五楼都是双卧室配置。特别的是电梯及楼梯配置在最内侧，让每层楼空间都很完整，也不会互相干扰。有两个贴心的规划，一个就是电梯是采双开式的，在二楼的客餐厅空间呢是面向客厅的开法，那在私领域的空间呢是面向梯厅，就是走道中间的开法。那另外一个规划呢，就是它在每一层都没有逐层退缩，可是呢却有预留一个小阳台的空间。